喉咙。你就一只瞎子，你就一只鱼，啊，那就是让佛欢喜。所以我想，那我们要用的，因为我们是大乘佛教，大乘佛教就是一种积极积极。我们中国人的个性呢，就是这样，很喜欢在人群里面、众生里面，对不对？跟外国人不一样，外国人是我家有一个花园，不要跟我讲话，我要在那边，自由自由，对不对？隔绝。所以西方人要学空性啊，学悲心有一点困难。那所以东方人要帮忙。所以各位来纽约干嘛？度众生。因为我去护目啊，我就很认真。西方人父母往生没有在供养面包的，对不对？只有花，只有花。但是呢，不行的。为什么要咽口啊？要施食啊？我们拿这个面包食物替他们供养佛啊，对不对？那他这个力量就可以给他啊。所以，我们东方人也必须为西方人做这些功德啊。所以以后各位你在家里供水，你要特别想，愿我为所有西方人，所有不懂佛法的，特别在纽约多元民族，有黑人，有白人，有黄种人，那你要为所有人类供养佛，让他们有福报。也为所有人类替他们供养，他们没有在拜祖先，那各位帮助别人的祖先，会不会帮到自己的祖先？这太简单了，所以如果你要帮助自己的祖先，我们就努力去帮助别人的祖先，这很简单的方法。所以佛法叫我们不要自私，你要慈悲，尽量去替其他的生命想，假设你喜欢念佛，很好。纽约街头这么多人，放个椅子，每一个走过去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今天在我面前走了2000人，所以我念了2000个佛号，又为他们念心经，这样念佛力量大不大？很大的，有一个慈悲的对象让你来念佛。所以一开始为了要皈依三宝，我讲了那么多，所以我们皈依了三宝，生命快不快乐？快乐啊！所以以后人家问你，你今年几岁？4岁，刚皈依。几岁？2岁。以前都白活了，现在快乐的不得了。然后还没结婚呢，要不要结婚？No。我已经嫁给众生了，我已经嫁给佛陀，我不需要结婚。结婚呢很好，我有经验，痛苦，对不对？因为我来世不再结婚。对不对？但是你可以发愿用结婚度众生，伟大啊！但是无论如何，你了解佛法了，各位要把这个观念，我这样讲的意思，皈依三宝的意义真伟大。那你要去思维，不能让自己觉得很呆板，了解吗？呆板，佛教里面是活的，所以释迦牟尼佛的善巧方便，他体悟了四圣谛，他体悟了缘起。性空了，他如何跟众生讲呢？还要思维很久，所以就讲出了四圣谛、八正道这样子的容易接受的方法。所以对天人要讲什么？天人有福报，我讲华严经，对不对？我对人类要讲什么？从小乘讲到大乘。对众生要讲什么？所以佛陀要成佛更要思维啊，如何让对方可以接受？所以同样的，我在这边也是，各位，你今天学佛了，如何让你的先生、太太、儿女、朋友也能够学佛？那你要有方法，要有方法。这个方法就是善巧方便哦，跟他结善缘，布施东西给他。就像各位，你明天要去谈生意，跟某一个人谈生意，你现在就要做了，为他念经，为他施食，为他供花。明天他一看你就笑，还没讲好生意就拿回来了。因为你把祖先给超度了，虽然他祖先没超度你，为他祖先很好，他一见到你奇怪就好。所以各位念一下，念一下，因上努力，果上随缘。你懂得去种这个善因，自然结果就好。你不用攀缘，哎呦，好紧张啊！我明天跟他碰面，他会不会跟我签约啊？搞不好没签约怎么办？所以有些人要卖房子，我说那很简单，到房子里面施食啊，念念大悲咒啊，洒净啊，对不对？就做这个功德也给地基主啊，然后呢，未来的买主，我现在功德帮你做好了，该做的都做好了，
所以那做好了以后，自然吧，自然，因为你已经努力了，因上努力，对不对？那因缘成熟了，果上随缘。所以学佛人会不会烦恼？只有努力，在因上努力，不用担心啊。但是现在人有些人会担心什么？他没有在因上努力，一直想追求那个果，那你就会担心了。福报够的人会不会担心呢？不会，钱太多啊。为什么？因为你一直在积善因啊，积善因不见得花钱啊，洒甘露水啊，为他念佛啊。像我看到花，我都嗡嘛呢叭咪吽，谢谢你。这个花也会谢谢，我会开久一点啊，因为你对他好啊，他对你好啊。所以佛陀说，你心情很好，做善事，天上会不会出彩虹？因为彩虹就是你的心态。啊，你心情很好，那个水后变甘露水，喝了不会肚子痛。所以你要转化一切，转化一切就是为他们念佛、念法、念僧。哦，愿三宝的力量加持他们。所以我们现在要念皈依三宝，愿自己、愿往生者、愿消灾者，啊，愿整个纽约，各位，纽约有没有跟世界接轨？对，纽约是个国际都市。所以它跟世界每一个角落都接轨的，所以以纽约以你自己为圆心，你跟整个法界都接轨的，地狱二轨道都接轨的，也跟佛菩萨接轨，因为你在意念三宝，意念三宝的目的是要下化众生嘛，帮助六道，然后你要随时这样。所以我们现在念皈依三宝重不重要？重要，自皈依也，当愿众生都皈依啊，六道众生这样一起念来，三十四页，大家很虔诚哦啊！愿自己生生世世皈依三宝，愿六道众生都皈依三宝，愿消灾者，愿往生者。有没有看到前面这只是什么？牛，这只是大象啊！老和尚跟我说，你要超度所有被杀的牛呢，就在牛脚上绑个花。那这个牛就很欢喜，所有被杀的牛啊，后面看不见，看吧。这样牛靠不靠呢？在牛角上绑花呢？印度人到现在还这么做。牛的季节，他们在牛上面绑花，那些牛就很骄傲，因为牛的最骄傲就是我有牛角。然后你让牛欢喜，那请问，过去被杀的牛会不会超度？超度啊！啊，让牛放在我们佛面前，哦，替他供养。然后这只大象，大象是画一个白色的，或是圆圈，这代表象王啊。所以各位，你去斯里兰卡，只要牛迎出来，大象出来，他们就用一个白的盖在这边，代表象王。所以你让每一只大象都欢喜，那大象会不会超度？所以愿活着的大象不要被虐待自由，用往生的大象得到超度，这样是不是悲心呢？所以你家要佛像面前要放多一点。人家干嘛超度啊？对不对？我拜佛，佛爱众生嘛。泰国就有这个，泰国有个佛像，前面一只猴子，一只大象，大家很喜欢啊。因为佛的目的是帮助众生啊，所以我们愿所有的牛皈依，所有的往生的大象皈依，好不好？啊，所有的动物都皈依啊，所有的堕胎胎儿都皈依。所有的往生者都皈依，各位，这个叫悲心。希望大家养成习惯，不管你到哪里，你今天到树下乘凉，哦，感谢树神，这样就好。好，你今天到海里面游泳啊，感谢海神。今天你开车在高速公路，感谢公路神，啊，土地神，开车会不会平安？没汽油还在动，很奇怪，那个叫不可思议，对吧？他会帮你的。开车人睡着了还在开，也不会车祸。如果你没有这个护法，我跟你讲，亮的也会车祸。你才知道佛教护法不一样。像我戴这个眼镜，每次下来谢谢你哦。哪一天你坏掉了，我把你供起来。啊，因为学佛教要我们感谢万事万物。中国人都相信筷子有没有筷子神，所以标准不能随便丢筷子。现代人就用完就咔丢掉，那个对筷神很不尊敬的。啊，我师父哥说自己用自己的筷子，这个筷子有筷子神，我们经典都有说筷子有筷子神啊。那你吃素，他也得到供养，他就一直护持你，所以哪一天他这个筷子不会让你中毒，他会保护你，你筷子有筷子神。
所以从小我都会用筷子神，就是拿三双筷子，我拿三只，我哥哥拿三只。今天爸爸晚上会不会回来？会回来请往内，不会回来往外。啊，不回来太好了，今天庆祝了，很准的那个筷子神。要不要像中午试试看？但是要有快神的，就是三只筷子这样，对不对？那两个相对，爸爸晚上会不会回来？也快神，哎，所以万物，你想想看，筷子一定有快神，因为你在夹肉，味道它也要，它只有这个时候吃得到，让它守护你。所以，我们佛经里面就有一个出家人做很多坏事，但是那个快神就很讨厌，你干脆把我丢掉啊！因为你拿筷子，我就必须守护你。啊，后来就托梦啊，说你既然破了那么戒，你干脆就把我丢掉，我也离开，我就自由了。那个人在那个比丘的啊，原来筷子都有神，那我造这么多业怎么办？所以他就忏悔啊，因为他在了解万事都有护法的，所以各位要了解地水火风都有护法。家里要不要拜土地公啊？要，你怎么拜都没关系，至少你要感恩，感恩。初一十五拿个面包放在一个角落，感谢土地公全家平安，这个很重要。这个叫什么来？家宅五神，五神就是门神、水神、火神、土地神，整户的户神。所以你这样以后就全家平安啊。请问床有没有床母？中国人都知道啊。我妈说我把小时候都把你拜到大了，小孩子在床上不会跌倒，不会发烧，不会啊这个窒息，因为床有床母。这个床母就是我们佛教的24护法，叫念一下欢喜母菩萨。对，欢喜母菩萨就专门保护小孩的，而且让人不生病的。啊，如果你没有拜床母呢，你这个躺下去起不来，永远就病在那边。床母就是守护，让人不生病，守护小孩。那如果家里有人生病怎么办？那欢喜母说，每个月的15，你拿一碗饭、蔬菜，就放在床沿旁边。感谢欢喜母加持，愿老人健康，不要一直躺在那边。愿小孩健康，这个叫床母啊。所以欢喜母特别帮助修行人，因为欢喜母以前呢，他就是吃人家小孩子嘛啊。后来被佛陀感化了，他有500个小孩在天神，500个小孩在世间，所以他就有1000个大将。后来被佛陀感化以后，不吃小孩，他就发愿，凡是有修行人身体不好，就15用饭菜供养我，但是不能跟佛放一样高，所以就放在佛堂的5公分或者床上旁边那个柜子。好，只要有人没小孩子就求我，因为欢喜母小孩多的是。这个就是我们中国人在拜的什么来？祝生娘娘。啊，祝生娘娘就是欢喜母。女人要漂亮要拜她，因为欢喜母她的年纪很强，很多，但是她的脸永远16岁，好不好玩啊？啊，所以拜欢喜母，女人拜欢喜母不容易老啊。这欢喜母，所以她叫欢喜母，另外一个名字叫鬼子母啊，因为她小孩很多。所以呢，这些各位都要尊重的啊。然后你了解了，那你就讲了，家宅五神就包含这个了啊。那我们佛教有24护法诸天，那我们出家人都会念一下。好，再来发心，那我们祈请佛菩萨干嘛？我们就要让佛欢喜，让佛欢喜叫什么？来发菩提心。哎，对，叫让佛欢喜啊。所以念一下，发菩提心，为第一供养佛。啊，这一点太重要了啊！佛在做什么，我们就做什么啊！发菩提心，所以我们现在不但自己发心，来愿父母祖先、六道有情同发菩提心。他一发菩提心，他就超度了，啊，他就超度了。他一皈依三宝，有些就离苦了。他一发菩提心，就往生净土了，啊，所以发菩提心是消业障最好。所以我们大家一起发菩提心，好不好？把那个小小的自私的心变成大大的无量心，啊，不要光爱你的儿子，要爱所有的生命，好不好？这样你就没烦恼了。如果你发菩提心，送一部地藏经，比别人念10000部的功德都还大。因为你用最圆满的心态，菩提心就是佛的心，啊，用佛的心来念佛经嘛，要发菩提心。所以发菩提心不是今天皈依，
直至菩提我皈依，从今天一直到成佛，我都皈依三宝，精进修行，以修行的功德马上回向给众生，我以所修诸功德为利有情愿成佛啊，让众生得到利益，让众生也都成佛，发菩提心。那发菩提心以后，就要修慈悲心。慈悲心不是念在嘴巴，而是要真实去做。愿诸有情俱乐俱乐因，愿所有六道有情都得到快乐，以及了解快乐的方法。愿诸有情离苦即苦因，他们正在生病啊，正在烦恼啊，愿他们离开痛苦，而且了解离开痛苦的方法。就是说，对任何人认识的、不认识的、伤害你的，你都要平等的对他慈悲。也就是说，我们发了菩提心要这么去做，这么去做。所以今天大家来喜来登饭店，来愿喜来登饭店赚钱啊，所有员工、所有客户同享功德。世界各地喜来登饭店，各大小饭店同享功德哦。那你要这样去做，那这样你就没有白来了啊！由一级一切所有饭店、所有的住户都对你啊，都跟他种善意了，就离亲疏息平等。我们虽然写我们自己父母家人的牌位，但是想的是所有众生啊。这样呢，父母祖先得到最大的功德，这个叫发菩提心嘛。就像各位，你诵地藏经功德很大，但是念完以后先回向法界众生，那再回向你的亲人，他就得到百千万亿倍的功德。因为众生有一个就是一个功德，众生有两个就两个功德，所以你念一部地藏经心经是回向给无量的众生，是会不会变成无量的功德？这个意思。就像这个房子，这个房子给大家用哇，所以来了一千个人就一千份功德啊，所以这个房子只有你家用，那功德少一点。所以你能够把房子提供为公共的，对大家有帮助的，那你力量就很大。比如说古时候说建凉亭啊，建桥啊，可以升梵天，因为凉亭跟桥是给大家用的，不是私人的。所以各位以后你要懂得做，你妈妈身体不好，哪里有公共场所，你就布置那个热水那个什么饮水机给大家用，奉茶，那个身体保证健康。如果你先生洗肾了，或是他血里面心脏有问题，血液什么胆固醇过高，那你要布施水，水就是净化的意思。不但不洗肾，血液净化，水代表财，还可以发财啊。水代表净化，可以消业障。那我们一个很好的动机跟发心，诸佛菩萨也加持。希望我们的功德，不管念佛、诵经、做供养，都变成百千万亿倍。各位要相信，众不可思议。为什么我们要贪心呢？这不是贪心，因为众生太多啊，众生无量无边，所以我们要把功德变成无量无边，才可以帮助无量无边的众生啊，跟自己贪心没有关系啊。所以变欲众，因为一个人念佛能够念几遍呢？对不对？一天念十万遍，算你很厉害了啊。但是十万遍也不够啊，光被杀了动物，这个世界每天被杀了动物就无量无边了。一人分配一句佛号也不够啊，所以你要知道众生无量无边，所以我们希望功德无量无边，要发菩提心，念一下这个咒来 ：Om Sambala Sambala Pomala Sala Mahajang Baba Hong Padasoha。 好。护持生命电视台，就有如在护持十方三世一切佛法僧三宝，所以期望各位把生命电视台所听到的教法运用在您的内心里面，达到无我的空性，达到慈悲利益众生，更要随时收看，随时护持生命电视台，就是护持三宝。护持账号1996523219965232，户名生命文化基金会。海通法师弘法行程，11月20号至12月15号，
马来西亚弘法行程。11月28号星期二，宗喀巴大师诞辰、莲花生大师入藏纪念日及应化日、贤劫千佛殊胜功德日，善行与恶行乘10万倍。上午9点，马来西亚麻六甲鹿叶园八关斋戒。11月29号星期三，齐天大圣圣诞，下午4点，马来西亚马口森美兰远景酒店佛法开示、护生、点灯、供水、祭慈悲施食法会。11月30号星期四，上午9点半，马来西亚慈悲护生会护生员烟供及放生。12月1号星期五，念贤劫千佛，持斋除罪1000劫。下午4点，马来西亚吉隆坡海涛法师生命基金会慈悲佛法开示。12月2号星期六，念阿弥陀佛，持斋除罪200劫。下元水观大地圣诞。上午9点，马来西亚吉隆坡海涛法师生命基金会八关斋戒。12月3号星期日，阿弥陀佛殊胜功德日，善行与恶行乘1000万倍。上午9点，马来西亚吉隆坡海涛法师生命基金会供佛斋天祭慈悲施食。12月5号星期二，念观世音菩萨、地藏菩萨，持斋除罪90劫，地母至尊千秋。上午10点，马来西亚北海巴麦生命教育中心观公法会，护生、点灯、供水、药供及慈悲施食超度法会。12月6号星期三，观世音菩萨殊胜功德日，善行与恶行乘100万倍。下午4点，马来西亚槟城生命教育中心心灵讲座，护生、点灯、供水、药供及慈悲施食超度法会。12月8号星期五，马来西亚吉打佛学院第4届短期出家。12月9号星期六，青山临安尊王千秋，马来西亚亚罗士打吉打佛学院。